我操！这个撬起来，这里有几个螺丝，四颗螺丝，把它卸下来，卸下来之后，这有两颗，把它卸下来，卸下来之后，这里有两个螺丝，把它卸掉，然后直接往下移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喇叭盖，直接把它撬起来，撬起来之后，这里有几个螺丝，把它拆开。就是它光纤传输。沃尔沃 XC90 插线啊，这个插上，这大插头插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线上来的，插我们的主机的输出，主机这一端插输出，把它插好。然后它的切换声音有点怪啊，先按一下这个。不用按那边呢。然后切到 AX， 然后再放我们大屏导航的声音。